伊是结束第五章，一节，银主啊，你都拿一支来刀，当作剃头刀，用这支刀来剃你的头毛，甲你的喙须，用天平来称轻重、平分。围困城日子已经满，你就将三分之一伫城内用火烧。将三分之一伫城的四围用刀剁碎，将三分之一叶线互风吹去，我也要背刀对干。你着对迄中间摕几落枝包伫三枝，搁着对迄中间摕淡薄仔迄地火中烧，对遐要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。五节，主耶和华安尼讲，这就是耶路撒冷，我要将伊安置伫列邦中，列国拢伫伊的四围，伊行歹，违背我的典章，过头列国，干犯我律例，过头四围的列邦，因为伊弃杀我的典章，我的律例，伊也无遵行。七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安尼讲。因为恁纷争比四围的列国较上重，也无遵行我的律例，无遵守我的典章，阁对四围列国的歹风俗也无满意，所以主耶和华安尼讲：看，我甲你反对，要伫列国一目纠正，伫你中间行审判，到在。佮因为你一切可恶的事，我要伫你中间行我所毋捌行的，以后我也无佮安尼行。伫你的中间，老爸要食囝，囝要食老爸，我要对你行审判，我要将你所剩的人四散伫四方。十一节，主耶和华讲。我记我的应声来咒诅，因为你用一切可恶的物、通厌恶的事，打垃圾我的圣所，所以我也要让你的人也减少。我的目睭无要疼惜你，也无要可怜你。你的百姓三分之一要对瘟疫来死，在你中间也对饥荒来消灭。三分之一要伫你的四围倒伫倒下，我要将三分之一四散伫四方，也要背倒对观音。十三节，我要安尼成就想起所定的，我对因发的大想起，要煞家己就得到安慰。我伫因的心上成就大想起所定的。彼时，因就通知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出自热心，佮我要予你伫四围的列国中，伫经过的众人目睭前，正做爬远佮凌辱。十五节，安尼，我要用生气佮大生气佮严严的责备对你行审判。彼时，你就伫四围的列国中。正做唐凌辱、讥刺、尴尬、妄言，这是我耶和华讲的。十六节，彼时我要用遭别人，予人饥荒的歹箭，就是射去遭别人的，射伫恁的身上，也要加添恁的饥荒，断绝恁所挖开的米粮，搁要予饥荒甲恶兽到伫你遐。予你死惊，瘟疫佮杀人的事，也要流行伫你遐。我也要予刀剑临到你，这是我耶和华讲的。